把窗帘拉上。这种俗人呀，糟蹋了一本好书。人是俗人，却长了一双透人心骨的火眼金睛。爸爸，您是高估他了。火眼金睛，偏偏漏了我这个小鬼。你就不怕他是欲擒故纵，今日来登门？ 就是来探探底，那他就不会收爸爸那惠而不菲的礼了。依我看呀，您才是真正的火眼金睛，这三言两语翻云覆雨，就把他金生火压到了五指山下。爸爸，您这招什么时候能教教我呀？你真的以为被称为军统间谍捕手的金生火，就那么容易被人玩弄于股掌？ 应该回来，回到这个是会让你做噩梦的家里。你应该离开，不必考虑我，但我绝不允许你跟他走。我有我的使命。使命？你为他们立了那么多。 难道都换不回你的一条命吗？太太，您的电话。滚！你给我出去！滚啊！ 就这些，所以金生火执意要送我回家，拜见爸爸您。细节上有没有什么遗漏？船上这七天，你犯了太多的错误，站起来！你站起来！ 陷害金生火，是你不经请示，把金生火带到这里来见我。是，你擅自刺杀森田，你最大的错误就是在接触李宁御史，言辞不慎，又暴露自己的威胁。可就算不能为难金政府工作，还有重庆共产党。住口！你再说一遍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去反间科检举你。不，我相信他不会出卖我的。你凭什么相信？ 我凭直觉，我就是相信他。你知道什么叫直觉吗？直觉，不是巫师的水晶球，不是上帝的神奇。直觉，是鬼魂记忆的前世心跳，是母亲留给孩子的血缘遗传。它就像风，无形无色，不可捕捉。 他的身上一定带有锁精之处的气息和温度，间谍的直觉是要经过无数次的生死考验，囤积在血液里的经验荷尔蒙，一经环境的触发，会越过理性，直接指挥大脑。所以，只有像金生火那样，经过千锤百炼的谍报人员，才有资格谈论自己的直觉。李宁玉那样，破译了恩尼 格玛的天才，才有资格谈直觉。 你一个既没有经验又没有资历的新丁，有什么资格谈论自己的直觉？哼，不知天高地厚。爸爸，
我可以将功补过。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，重庆方面还是一无所知。如果把这样的好消息送上门，戴笠他一定会高兴的。你坐吧。德军进攻苏联，对重庆方面是件好事。一旦苏军参战，对抗日德，那么远东战场的局势就可以扭转。所以重庆方面绝不会向苏联示警。这条情报对蒋委员长、对戴笠都毫无价值。爸爸，您向戴局长汇报吧，我等待处分。军统的家法不是以处分二字可以了的。我知道军统的家法最重株连，有什么事我一个人承担，不会连累爸爸您的。现在不是女儿连累父亲，而是父亲连累了女儿。要不是因为我这个苏杭船王戴笠，怎么会把手伸向你的身上呢？德军的情报虽然没有用，但是二代恩尼格玛机的构造却价值连城。我曾经想通过施伦堡打探二代机的结构机密，可惜失败了。德军非常重视它的加密方式，英国和美国一直无法破译。只要掌握了这种密码机，国民政府就可以以此为筹码和英美交易更多的战略资源和军事支持。正像森田所说的，价值千钧。办公室下发的下半年财政预算，咱们司令部的额度多了20%。啊！谷会长就是谷会长，真有办法呀！看来啊，只要顾小梦在咱们这儿，就不愁没肉过年了。日军司令部发来的加奖令副本。金生火是将官了。杀森田的人，就真的一点没有线索？没有，当时厅里人多，谁都有这个可能。会不会就是他武志国呀？我也怀疑过，但是他确实没什么可能。当时时间又短，环境又黑，他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不可能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杀人再退回来。奇怪，真是太奇怪了。到底会是谁呢？金圣贤身上的嫌疑，就是剥了皮都洗不干净。虽然是险象环生，但是密码船上的一切都结束了。吴志国一天不死，裘庄的事就没有结束。这可比什么密码船更要命。还有啊，你们把所有的嫌疑推给了金圣贤，就以为万事大吉了。
别忘了，他人还活着，活人就能喊冤，活人就能翻供。司令，您放心吧，金圣贤他人虽然是活的，但绝对不可能喊冤翻供了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审他的人是王田香。金教授，三天两夜没睡了啊？要我说呢，死如长眠，睡如小死。人可以三天不吃饭，要是三天三夜不睡觉，那就是生不如死了。金教授，清醒了，清醒了，咱们接着聊吧。我没什么可说的。行，那就我说你听。金教授，我呢是真佩服你。不瞒您说，这三年以来呢，进过王天香这间审讯室的吧，不说是上千，怎么着也有个大几百吧。硬汉子我见过，一进门就咬掉舌头的真革命我也见过，没有几个能熬过三天的。你说说你哈，一个身娇肉贵的读书人，怎么就挺到今天了啊？我服。王田香这个人，虽然被临时征调到了日军司令部，但归根结底还是咱们的人。情报部既然敢把人交给他，那就说明他们并没有对司令您起疑心。可是如果他们是欲擒故纵呢？那他们就不会对王天香交底。王处长这个人，司令您最清楚，这公民心比金生火都热。哼，死人在他手里头都会签字画押。审出一个斯大林的特务，对他来说那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功一件。你们这些人啊，跟堂子里刚买来的那些活肉没有区别吗？啊，一个个非要寻死觅活，不依不从的。何必呢？哎，有抹不开脸的，有舍不得肉的，还有一些是死不了心的。就说抹不开脸的吧，扒光了衣服在院子里捆上一天，脸不就没了吗？舍不得肉的，板子抽，盐水烫，肉烂了就不金贵了。最麻烦的是不死心的。真的不是我。我是被李宁玉他们陷害的。你瞧瞧，你瞧瞧，又他妈是这一句。你是被人陷害的，斯大林的间谍是那么容易被人陷害的吗？金教授，你别学那些刚进堂子非要办什么三针九裂，脸没了肉烂了还他妈不死心，这最让人生气了，你知道吗？金教授，想不想知道在堂子里怎么对付那些不死心的人？我呢，曾经买过一个姑娘，眼高，心气儿傲，百般法子都使遍了，就是不从，活活把自己饿的就剩下一口气。你猜我怎么着？我把她相好给骗来了。换多了，找两个娘们陪他睡了一宿，那姑娘就在隔壁听着。第二天一早，嘿，自个儿就爬起来给我挣钱了。别觉得我说的脏下流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人呢，终归是躲不开那么一个情字。好像我刚跟你说的，这是男女之情吧，还有兄弟之情，最要紧的是血脉亲情。
想你闺女了吧？别着急，你杀了我！杀人多没劲呐、啊！诛心才过瘾。不能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有为了。对了，金教授，刚才忘记告诉你了，你闺女的船还有五个小时到杭州，五个小时，你有时间好好想清楚。你混蛋！你杀了我！你王天香这个人，虽说他是我的人，可他内心是长在日本人那儿的。你说的对，他好大喜功，他想立功。可如果他还嫌这份功劳不够大，再扯上我呢？那司令，您的意思是？这样，你呢，去探探他的口风，他要是还是个明白人，就不会把事情扯淡。可怕就怕这家伙利令智昏呢。金教授，你是真他妈以为我王天香不认字儿是吧？啊？这份供状通篇都是他妈废话，你是不是希望我就这么把你交出去？到了松井司令那儿，你再一哭诉，你是要砸我特务处的牌子是吧？那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的上级、下级情报传递方式还有密码本。我看你啊，是真想让我叫人把女儿扒光？你不要走，我真的没有上级，求求你饶了我女儿吧，饶了我女儿吧！我不反攻，我都认了。只要你饶了我女儿，我绝不反攻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！不愧是老毛子训练出来的人，嘴够硬，心够狠。满洲国那边已经搜查你的办公室和住所，什么都没发现，手脚干净。既然别的地方没有，那一定就在你身上。这一箱是你带上船的所有东西，都在这儿。藏哪儿了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不信，你们可以一件一件的查。一件件查？你他妈玩我是不是？你是数学专家，就你这脑子，藏点东西还不容易吗？啊？我没时间陪你玩，查东西不如查你。好，你够硬气。老子现在更他妈相信你就是斯大林的间谍了，不是共产党，没这么带种啊！处长，处长，有屁快放！张司令来电话了。真的啊？张司令亲自打的电话。最后问你一个问题，
你要是个男人，就给我说实话。你和川岛芳子是不是睡了？开玩笑的，金教授。金教授，你的命可真是好啊，有贵人。金碧辉司令已经和松井司令交涉过了，你没事儿了。你说，金司令他，真的？对。金司令用代理在上海的三个秘密联络点换的你，你可真值钱啊！好了好了，别愣着了，起来换身衣服，清理清理，就走吧。对了，啊，兄弟是职责在身，千万别记恨。啊！来人，带金教授去清理一下。是。那我女儿。你都放了，我能难为你女儿吗？放心吧，一会儿让你见她。要不我帮你收拾收拾？啊，不不不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金教授，知道什么叫诛心吗？就是先把你逼到绝路，再让你心里有热乎气儿，然后再一把全掏出来。这他妈才叫诛心啊！快，走，离开去吧。交舰长说，东西就在这里。是。7.65毫米的瓦尔特 PPK 手枪，象牙握把，镀金扳机。听说两年前德国元首希特勒50大寿的时候也收到过一把。哦。当然了，比这一只是要精致贵重的多了。张司令抬爱，田香受之有愧。王处长，您这不是退司令的枪啊，您这是打司令的脸呢。白秘书，我真收了这枪，恐怕自己的命就要保不住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按理说呢，你我同在剿总司令部为官，我呢官比你大上半级，年纪也要长上几岁，可见了你的面，还不是得毕恭毕敬、小心翼翼？这里边的道理，你懂我也明白。白秘书，你张司令面前的红人，我是日本人的耳目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啊。但我看您王处长今天这态度啊，好像是不打算低头了。怎么，您是笃定了这次审金圣贤这案子能审出个大功劳来，在日本人那高升了？高升不敢想，不敢想。可从今往后，这颗脑袋应该是能抬起来。白秘书，烦请转告张司令，这枪他不送，田香自然也会忠心办差，绝不会怠慢。可如果我真收了这枪，落在日本人眼里，我审出什么来都是假的了。王处长聪明，一心向着日本人，还不得罪司令。白秘书，多关照，多关照。张司令如果心里没鬼，就不该送枪来；如果心里真的有鬼，就更不该送这把枪了。不，说吧。白秘书不是外人。金正科从那本书上查出东西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白秘书，公务在身，少陪了。王处长请便。
出来吧。哪国的时间？在宣告失败时，哪国的时间都一样。马基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两件事，一条是好消息，一条是坏消息。老规矩，先吃糖。负责审讯金圣贤的是剿总司令部特务处的处长王天香，据内部消息，他已经找到了金圣贤是苏联间谍的可靠证据。这倒是意料之外的好消息。下面该吃药了。你在密码船上的表现，戴笠已经知道了。他给了八个字的批示。罪不容诛，就地正法。下不为例，将功补过。将功补过？那父亲为什么说这是坏消息啊？因为他让你用来补过的功。就是恩尼格玛基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我写了十几页，可是一次比一次记得少。爸爸，我真的努力记了。他把我叫去协助的时候，每一个零件，每一个齿轮，每一分每一寸，我都牢牢记在脑子里了。可现在，脑子就像被水洗过一样，什么都不记得。你说的对，我不适合做谍报人员，因为我连最基本的瞬间记忆的能力都没有。这不怪你，谍报人员也是人，思维、感情、记忆力都是由普通细胞决定的。没有谁能够突破人类的极限。记忆就像潮汐，自有它的起落。即使是一流的天才，如此高强度的机械记忆，24小时以后，也只能残留不到1/3的记忆量。如果没有图纸和笔记的辅助，谁也不可能在下船以后再度还原一台世界上最精密的密码机。不，有一个人，他全部都记得。李上校，李上校。醒醒，都醒醒！科长来了。科长好。李上校。白秘书有何公干？嗨，是公干，也是私务。这不，刚去内务处，发现李上校的军衔还没领呢，这就顺道给送过来了。有了白秘书。放心。精神先照了，这和我无关。这张照片就是向他们宣誓，离开这条船，我李宁玉也还活着。不是把死亡寄存在什么地方的行尸走肉。从您出现到现在，一共走了85步，说了341个汉字。我的记忆力比相机还可靠。至于这个人，昨天才进的机要处，还够不上跟我配合。
第七页，摩斯麻纸，人为错误的痣。十九页，21.479应该是21.473，还有52页、60页、88页，总共39处错误，你只修改了27处，这就是按照我的吩咐改的。那个，您说的太多了，我记不住嘛。那为什么我就能记住？为什么不把情报科办公室的门关好？这不是天太热了吗？保密守则有天气热就可以不封闭办公室环境的条款吗？把文件拿回去，再重新修改一遍，不准再出现任何的遗漏和错误。还有，记住，情报科来去自由，不留庸才。如果你愿意一直开着门，看杂志、涂指甲油，你就自己走出去，再也不必回。是的，科长。有什么了不起？自己还不是一样要翻报纸炒美人，好美人刁难啊！报头，社会已多，再不知足，那就是贪心了。这是爸爸的一点心意，作为我们在密码船上共患难的纪念。卡地亚设计师珍妮女士的作品，我觉得她和你很配。拿豹子比我，这是在夸我还是贬我？猎豹擅长，为了跟踪猎物，可以匍匐数个小时，纹丝不动。猎豹善捕，它是草原上跑得最快的野兽，一旦锁定目标一动，则快如闪电，这不正和金处长您一模一样吗？此话虽然中听，可惜并不对。豹子是独行猎手，生死成败全一己担当，而我金某人最擅长结盟，就像上次密码船脱险，靠的就是精诚团结才能化险为夷，对吗？小猫，送给张司令吧。你初来乍到，该拜拜庙门，否则张司令会见怪的。你我之间就无需这些客套了。谢谢处长指教。谢倒没有必要了，我只是感兴趣，我这位盟友在之前的密码船上为什么会三番五次的陷害我。谁让你那么霸道，我倒要看看那个能把我从司令秘书处调出来的人到底有多大的能耐。就为这个？怎么，您不相信我？爱信不信？信，我当然信。这就是你的个性，顾明章的女儿嘛，情理之中。好，言归正传，你今天来报道，就该给你分配工作了。是这样的，机要处一共有3个科，情报科，科长李宁玉，主管情报破译；电讯科，科长刘子栋，主管电台侦查；还有，就是资料室。养小姐太太的地方，你选吧。当然是情报科。你吃李科长的脾气还没吃够？有的人脾气是本事，有的人本事是脾气，这是爸爸告诉我的。如果想当小姐太太的话，干嘛来这儿啊？直接到汪夫人的沙龙店坐坐就好了。哦，不不不，你太漂亮，汪夫人是不会让你进他们家客厅的。小萌，你想清楚了，情报科就像那条密码船，你如果去了那儿，每天不，是每时每刻在那条船上
不死，亦不能超生。诚如我愿。少佐，和您当时推测的一样，那个金圣贤板上钉钉就是斯大林的间谍。这是我从他随身行李搜出来的密码本，铁证。没有人告诉你，我已经不是什么少佐了吗？因为密码传事件，我已经被解职，马上就要接受军部直缉处的调查。你不该再来向我请功了。三井先生，那森田大佐的案子已经被特务机关接手了。森田大佐，彼を憎んでいた。今彼が大佐殺しの犯人を追うことになるとは。316号电文已移出，出去。关上门。松井司令办公室传出的消息，他们下船的当天，那个龙川大佐就上船调查了。听说三井被免职，也是他的意思。说免职就免职，这人什么来头？不知道。整个日军司令部没人跟他走得近，没老婆没孩子，就跟天上掉下来的似的。不过松井司令官对他倒是格外的器重，进特务机关没几年，就爬到了副机关长的位置，这可不是一般的提拔。小兔崽子，祖坟冒青烟了，你大哥我发达了。大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龙川肥原，龙川，啊，这姓，这保不齐就是能拽着我上天那头真龙。科长叫你进去。关门。玉姐，送你的。我不要。你得要。我上大学的时候啊，选修过园艺课。这君子兰呢，叶片肥厚，布满气孔，可以吸收空气中的粉尘，对你的哮喘很有效。而且呀，这也是日本天皇最钟爱的花。当年满洲国建国的时候呀，他选定了两只最名贵的品种，送给溥仪，作为贺礼。既然你这样戒备我，就不该来情报科。玉洁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对自己在船上的言行反思过，你在后悔曾经对我说出的那句话。那就算不能为南京政府工作，还有重庆共产党。住口！所以你才借着这盘君子兰向我表示自己是忠于日本人的。
parents do, you got what parents do. Still in Paris time.